这里是由专业好补水越水越青春补水专家水密码冠名播出的一年级大学季。哎，人呢？人都你还上床了？我没有，我穿的衣服。快穿鞋。走了，快点。干嘛去？我们今天要上一堂特别的表演课。上表演课，快点。哈，这个点。快点。好。天哪，为什么呀？我天，我们到底会发生什么 ？I don't care, who care? Oh no！ 酒吧。哇，真的呀！我能去换条裤子吗？不可以。我们今天是租整个一层吗？上车就知道了。哎，我们到了吧？酒店啊。哎，明明，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说。一会儿进去少说话。反正你好好干活，明天想吃的好，今天晚上好好干活。那行吧，袁妈妈，山妈，哎，山妈，山妈。跟你说了，你少说话。所以只有我再也不说话了。吃饭了。对啊，我好香啊。夜宵，这是食堂啊，酒吧需要准备一下。你看上平面画的粉红色的唇彩，我真的没有。你把你那个拿出来，你把那个拿出来，是透明的好吗？透明的好吗？我打他了！哎，那边，坐那边，太小了，我真的受不了。你怎么画的？你瞧瞧。刚开始拍戏的时候，最长的时间就是等一天，然后说收工了，没拍上戏。原来不知道什么意思，就真的有的时候为了戏更好看，就导演不能考虑那么多人的感受，就考虑怎么把戏拍好。所以，摄影嘛。偶像们好，老师好，恭喜偶像来了，完美收官，完美收官。他今天就特别激动。对，今天那个我们还带来了我们的学生，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跟我们的偶像们能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偶像们帮我们完成一个练习，你们做动作让他们即时模仿。谢谢。好，没问题，没问题。谢谢诸位偶像，好。不是，现在进去，马上，不上了。精神一点，打起精神来。你少讲话，你们几个人蹲起五个，精神精神。好了吗？精神吗？对，就要这样。我的天哪！快进来。天哪！我的天哪！天哪！当时一看到他们，就感觉那个气场都不一样，真的很高兴。我的天哪！我一下，我从小到大没想过这一天，我一下见了十几个大腕，无法表达的心情，就感觉我突然变得好渺小一个，后面都散发着光芒。叮。娘娘，一会儿进去少说话，你少讲话。娘娘 ，Hello， 真的，这都是我们的学生，从这边开始，汪国鹏，张雨绮 ，Hello， 嗨，好瘦啊，这是他的演员，对，这是 CC， 宋妍霏 ，CC， 你好，邢飞，飞你好，你好，童墨
矿石石头。杠杠。吕少聪。邵明明。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好，可以的。你跟娜姐一组，镜子练习。一会儿我们的偶像们做什么，你们就学他们什么，就跟我们前两天做的练习是一样的，好不好？好。对啊，站在光区里呗。班主任，你管好多啊！班主任，你又帅管的。把你拍的美美的，快！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喜欢的演员是哪种类型的？就他这种类型的。好，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镜子了，预备，开始。他是。佟大为。眼睛怎么那么小？眼睛怎么那么小？为什么他才眼睛小，你要起舞呢？想问一下。杰哥来了。长得那么好看还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谢谢。我以为长得好看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只有娜娜。你看了20多年电视，但是我没想到她就是那样的人，就是活泼开朗，大大咧咧的，就跳来跳去的。石头老师好。石头跟小赵吧。本来我们三个人。你们三个人来啊，那就三个人一起来。这次我们也上三个人，做好准备啊，不容易啊！预备，三个接吻，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他就很可爱，他在跳舞，然后一直在那笑，就特别可爱。来，杠杠，朱茵胜，来。师姐，哇，这个好！你刚才一进来就叫梁梁，你出来。不是，是他喊的，明明喊的。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娘娘，你死开！前后，姿势错了。姿势不要错啊，镜像就是镜像啊，来。你死开！你错了，我错了。有些啥错的我真的。你干嘛喜欢上其他男人了？我真的爱你。男人都是这样的。但我的心只有你。
真受不了，我看着明明啊，哎呀，犹豫了一下，然后，哎，心一横就亲了一下。因为时间很短，但是我对我几个学生的表现还算满意，还挺满意的。就感觉尽管他们都是一些级别非常高的演员，但是他们还非常的平静艺人。可能是那时候紧张过头了，就不紧张了。泼技，还是那个泼技。见到偶像来了这一些演员嘛，那因为有何老师啊，像汪涵呀，然后还有娜姐，这些都是我们之前见过的，所以就是还是给了我挺多鼓励。这是他的演员。今天在舞台上。如果我扭扭捏捏的话，我肯定会被别人什么东西。但是我要放出来的话，就得到了一些掌声。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做自己，其实比藏起来要好的很多很多。娜姐当时还其实还有能看出还有点挺喜欢小飞的，所以说给她做了点比较难的动作嘛，然后她学的还挺像的。谢谢。偶像的光环闪亮诱人，通往偶像之路却布满艰难险阻。一周之后，表演实验班将迎来他们入读上戏后的第一次甄别考试，英语、古诗词、口头作文三道难关，排名垫底的旁听生将被直接淘汰。口头演讲，也就是口头作文，我会给你们每一个人出一句话，那一句话是你们整个演讲的主题。为什么这幅画会挂在红楼的402教室？开始。你怎么这么没用？就是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每看到他一眼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以后听你家好的男人多着呢，他那一个算什么？刚刚小云老师特别不耐烦的把高跟鞋给脱了，开始。说啥呀？那我咋说呀？换一个，今天天气不太好。其实我觉得今天天气挺好的。英文吗？我特别喜欢这样阴天，我觉得特别舒服，凉快。再来说，石头爱上 CC 了。石头爱上 CC 了。石头竟然爱上 CC 了。有一天我回宿舍，然后石头特别的不开心，我问他怎么了怎么了，他说 CC 拒绝了他。然后为啥呢？因为 CC 说他喜欢这幅画。石头说这是教室里的画，不能拿出来给他。石头就送了他那高跟鞋，他也不想穿。然后石头走了以后 ，CC 就穿着高跟鞋在校园里忧伤地走着。然后明明就过去问他们，我说 ，CC 你怎么了？然后明明就忽然去抱住了 CC， 然后那个哎呀，我说，然后石头就冲过去抱着 CC 说，其实我也喜欢你。几点了？ CC 你再也不能跳舞了。之前
3年的时间里，我是一直在韩国当练习生的。有一天，我们一直跳6个小时。当时我膝盖就不行了，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膝盖不能再跳舞了，再跳舞的话，你以后大概到40或者50岁，你就要在轮椅上过一生，你的膝盖就不能再用了。”我当时一下就扑在我妈妈的怀里，我就直接在她面前哭，然后我妈妈也很伤心，一直拍着我的背说：“没事，咱们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我说不行，我就是喜欢跳舞，就是真的实在是没有办法放弃。就算是以后40岁、50岁，我不能够再走路了，可是我还是会坚持我这个爱跳舞的梦想。我现在是一个好莱坞来的 producer， 现在我在做 casting 试镜。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Wang Guopeng. Hello, my name is Zhang Yuxi. My English is 不太好。1, 2, 3, 4。哎呀！哇！三个！哇 ！Unbelievable！ 走内心戏了，你跟明明来一次，我跟明明呀，俺们really 醉了。你现在是在演一个女孩，你俩现在认识15天了。好热烈啊 ！This song is very very hot. Hi. Oh my god. I'm here.Thank you. Darling, what are you doing? Oh my God! You love me or she? Get out! I love you. Sorry. No. Get out. Hold it. I want to kiss you back.I just want to kiss goodbye.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Where are we going? I don't know. What do you want to do? I don't know. Don't you love me? I don't know. 你的主要的目的是要亲到他。Wow! You like? No. I want to see it. 哎呦我的天哪！哎 ，Hello David， my name is 心肺。I like dancer， I like running。Continue。继续。I'm sorry。This opportunity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you。非常重要。It is a ring for you。Marry me? No. Why? Why no? Why no? No why? Just no reason. 你哪怕你不会说，你表现出来。I want a 么么哒。No, sorry. No. Why? No. Just a little 么么哒。Sorry, no.你要相信这个规定情境。我要跟他么么哒呢。我会到关键时候会喊停的，但是你们啊，真的么么哒。哎呦，我不信。行，来，你俩下去，来换人。我你想让我听懂，但是我确实又听不懂，怎么可能听懂？我是最差劲的，真的是一点点，我就跟那个新生儿一样，真的是一点基础都没有，因为我没有学过。从小
没怎么上学嘛，我三岁去练体操嘛，然后六岁又去了艺校，然后十二岁又去了广州军区，然后一直到现在。因为以前小时候只知道练练，往死里练。我有的时候经常一头戳下来，戳，但是没事儿。我现在就颈椎侧弯，脑震荡，但是没事儿，命大。小时候单纯嘛，觉得练到最好了就是最棒了，但是现在发现不是这样子。来，我们在这边跳。能声音大点不？也许这就是青春，迷茫和疯狂毫无规律的交错上演着。而对于多年苦练杂技、文化基础薄弱的邢飞来说，他将遭遇出局的惊险，还是迷人的惊喜呢？在我的表演课上，我希望学生们能尽情地释放天性，但黄老师的台词训练需要的却是一丝不苟，甚至是杀气。你要求这个运动中要完成绕口令的作业，来，长扁担、短扁担，开始。能提个醒吗？长扁担、短扁担，长扁担比短扁担长半扁担。长扁担不长，短板凳上；短扁担不能绑在比短长。长扁担，滚出去！滚出去！背着，记住了，再进来。知道。长扁担是可以绑在比短扁担长半扁担的长扁担上的，谁说绑不了？只要你想绑就可以绑，这个绕口令不合理。三山撑四水，三山撑四水，四水绕三山，三山四水春常在，四水三山四时春。很好，请坐。表扬一下石头啊，过去我说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现在行动力不错，啊，我很高兴，我很高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做人。再说一遍，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我觉得进步。牛郎念牛娘，牛娘念牛郎，郎念娘来，娘念郎。杠杠到现在也没回来，为什么？让他给我发一个微信。哎，石头，杠杠手机在这儿。云，给我吧。
嘿，刚刚从这儿出去过吗？你确定他没有从这条道出去过？没出去过你就点头，出去过你就摇头，撒谎是要挨打的，你知道吗？出去过？这逗娃是吧？出去过吗？没出去过。啊？那你不是说出去过就摇头吗？出去过了，你就点头；没出去过就摇头。没出去过，谢谢。 喂，刚刚不见了，手机还落这儿了，不知道去哪儿了都。我也是找不到啊。嗯，喂，住在哪？就在那建物楼小洋房。这个。哎哎，这个超市的门上。刚刚。我也是的。说就是以咖啡厅二楼可以叫监控。三三楼不见我们。小组的人去哪儿了？ 刚刚在吗？他台词课的时候被黄老师说了，然后他就没回去。Where's 杠杠？妈咪，杠杠呢？走。 杠杠不见了，一个孩子不见了，真的不急的。你从那边走，我从这边走。 OK。 刚刚回宿舍了没？天台居然没有杠杠，他到底是怎么想？他是生气了吗？还是因为怎么样？我都看一遍了，我跟您汇报一下啊，应该是。好好好。这是红牛的大门口。哎哎哎！这是杠杠吧？这是不是杠杠？杠杠！杠杠！哎，杠杠！ 那你是不是应该拿爱书？你没完成的作业应该把作业完成啊，杠杠。哦，对呀。你就把这个背会，下次上黄老师的课，你主动回课。你说黄老师，我不想搭理。我上次这个没完成好。哎，不是，你挺可爱的。那就是吧。欠收拾。能不能？就不知道怎么弄。对。小朋友们，出门千千万万带手机，千万不要朋友们和家长找你，本身什么事没有。哎呀。 多不好啊！杠杠的异次元世界，可能我们暂时还无法进入，但我能肯定的是，如果这些旁听生继续我行我素，不能迅速适应上戏紧张的学习节奏，下一个被甄别的，仍将是他们。所以。
我决定给他们上上紧箍咒。八百个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喂。起来了吗？来个人开门。现在是7:18，15分钟以后到红楼门口集合。我们今天要去军训。起床，给我起床，快，掐着点儿，快点。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开学都要进行军训。这一次，正式生也是军训一周。旁听生其实是没有资格跟着一起去军训的，但是感觉到就是这些学生没有接受过军训，所以他们很缺少纪律性。然后我们都觉得这样不行，就申请把他们拖过来军训一天，叫正式生中表现最好的一个班和他们来一场比拼，让他们好好看看和人家的差距。听口令，就是第二名动作已经变形了，手背往下压。小心，小心，你的手没有站往后背的这个过程啊，那叫跨力往后背。你看什么？别动。知道为什么正式生组的同学会来吗？让来看我们笑话的呗，我们不会让他们看笑话的。记住你说的话啊，如果你们不能达到正式生同学的水平，我们的六名同学可以想任何惩罚你们的办法。天，有没有信心？有。教官，麻烦您随便找六位同学。随便找还是好侮辱我们呀，好侮辱。我们随便来六个，我们随便来六。我们的台上也走三个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对你的不是对的，不是对你的。好，立人，小心，立人，快点，立人，这里，立面，向后追。起步走。立军。向后追。敌人。立军。我们庞天生的庞天生组的第五名。到。你为什么笑？因为我做错了。因为你做错了，所以笑。笑我自己的。我觉得后面的动作没有必要再做下去了。因为他的过错，你们直接输掉。你有意见吗？没有。第二名有意见吗？没有。第三名？没有。
第四名没有，第六名没有。来，惩罚开始。赵明明，你还笑？你不让我爬吧？你不知道为什么受罚是不是？你让我爬吧。哥哥，从起点重新来，我来爬。蹲下！啊，需要蹲下。啊！嗯，哎呀，你干嘛？等一下。还好意思笑吗？因为什么受罚，知不知道？当时因为我的原因，我导致我们全体同学都跟着我一起受罚，坐那个手推车，就特别特别的内疚。太狠了。看得到。这样看，虽然我们几个人受罚了，但是我觉得这样我们变得更团结了。哎呦，累的时候都想想为什么受罚，我们来干什么来了？走。好，再往前走，下一个山就是终点，快点加油，一气呵成。对，就按照这个方法，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来，我们这边给他加油！我们只有三米，三米，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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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完成了，到了啊！我跟你们说过，为什么来军训？锻炼我们有军人一样的意志和品格。演员这活没那么容易，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意志和品格，你怎么坚持？把心放平，什么都不要想，又不会倒。而且演戏不是嘻嘻哈哈。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一个工作，有一个人一点没做好，整个一个团队都会受影响。军营归来，郑世生和庞廷生都第一时间投入了甄别考试的紧张备战。表演实验班里两组不同的少年也第一次正式站上了同一起跑线，孰强孰弱，几天之后将见分晓。说一下英语分组的情况：左翼袁宇轩，你们俩一组；程星元、李婷婷、宋妍飞、童梦石、邵明明、吕少聪、张雨曦、万国鹏。高明瑞、邢飞，按照你们的分组，把这个我刚才画的那个范围尽量的都弄熟。好，赶快回准备吧。咱俩加微信了是不是？没有啊。还是加一下。别闹了，磊哥，你说你随时想找我练什么，你就提前跟我说。然后我不会，你得教我。我没问题。你以为有事吗？你要立刻就练吗？你跟我去吃饭吧。啊，可以啊。那我们开始吧。感觉像相亲。我真的不知道你这程度到底是什么情况。没有程度。我现在给你读一遍，你能记住吗？你读。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What's the weather? 好，我知道了。Like today? 就这个程度。Shall we have dinner together? Together. 别闹了，我要教你几个万能句。I'm sorry about that. About that. About that.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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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词。About. 恭喜你，怎么说 ？Congratulations. 什么？K 不是 K， 坑 congratulation， 你别闹 congratulation， 哦 congratulation， 哇，完了，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邢飞是一直都没学过英语，就突然压力就哇就来了。他们肯定上过正规学校，我是一堂课没上过，正儿八经一节课没上过。甄别的时候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努力。但是
就是我走了的话，我也是开开心心的，就是给大家留一个最好的状态。我这个卡没有流量，用无线网，这有无线网，你这得20块钱这一会儿。还有几张啊？可是我这1块钱一张。魏飞。你要干嘛？是电饭煲吗？他给自己整一小房子。哎呀，感觉太好了，他好厉害，他给自己整一小房子。好厉害！哎呀，太舒服了，感觉太好了。好厉害、太爽了。Take it easy。明天就要进行我们的第一次甄别考试了，我不知道你们准备的都怎么样，所以我现在要摸摸底儿，看看这几天大家到底用了多少功。Hi, what's her name? My name is Cecilia. Okay. You? You can call me Thomas. Thomas Tong. Yeah. Cecilia 邀请他跳舞，对不对？我没听清。咱可以开始。Can you speak Chinese? Yes. So how old are you? That's a secret. That's a secret. Oh, oh. I'm sorry. Oh, the baby. Help.他们刚才对话你能听懂吗？大部分能听。就我听。薇薇。同学呀。书，考试的时候能拿书吗？还拿个本儿。My English is not professional。Hi。Hi。You can call me David。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Sorry, my English is not very professional. Oh, I don't think so. I felt good. Why you came here? Come here. Yeah. Yeah. For what? Why? Why? Do you know why? Sorry, I don't know.哎，你这几天都准备什么了？我跟高明对的，就是一些对的什么呀？就是上面东西我俩排好了。你觉得老师给你出题考试的时候会像那个课本上出的那样吗？ Hi Bill, have you met Peter? 你是背的这个吗？啊？我刚才说那话，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一开始打招呼，你知道明天这个考试对于你们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你跟谁组？你们俩都练什么了？老师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连音标也不会，所以他读这些单词是靠着这个硬记住这个音节来背。那你们对的是什么东西呢？他现在这个本上记的这些都是我跟他对的。考试的时候会按你记的这个东西考吗？出题是你出吗？是你出吗？不是。我要是你这个水平，我这几天不睡觉，我也把这些东西全弄明白。每个人都听清楚了，明天考试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就你现在这水平，明天你很有可能被甄别，你知不知道？明天你很有可能被甄别，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一年级大学季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专业好补水越水越青春补水专家水密码冠名播出的一年级大学季，感谢行格运动中级车广汽本田全新风范 All New City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杰哥来了。
的天哪！赵明明，你还笑？你累的时候都想想为什么受罚？我们来干什么来了？明天考试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就你现在这水平，明天你很有可能被甄别，你知不知道？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进步，还有一天的时间，我如果不激他一下，可能他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他在他不擅长的事情上，他没有办法去在短时间内去做很强的提高。他特别的委屈，你知道吗？我觉得他特别的一个外向的姑娘，就是特别的坚强。平时我觉得这样的姑娘哭，就是挺触动心里的这个事情。我要回家。我告诉你，你会是会和不会是一个概念，但是你逃避和面对又是一个概念，你知道吗？对，不管怎么样，坚持到底。就是咱学都学五分了，明天就一考试了。妈妈曾经求，呼儿将出万里酒，与尔同销万里愁。好，来下一个，38亿。来，预备，开始。这是我的位子啊，不准站啊，不准站。呸！干嘛？要不我俩先去对会儿英文呗？我不去，我疯了。走。早说。小飞呢？准备，开始。大声。OK， but I will work very hard。你看，这不就成了吗？我一没底气，我的声音就小。你以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你就这样 OK， 大声。OK。很简单的，明天放心，没有问题。Hi, Gang Gang. Hi. Who are you? My name is Xiaomi. Oh. Who are you? Dinner, dinner have. What? 哎，我的妈哟！我的毒哟，蹦啥嘞？但是我很努力，怎么说？你给我看一下行吗？不行，我标注中文很丢人的。不会的。等一下，等一下，可以了。But I will work very hard. I will. I will. I will. 有的是绝望的光芒。反正他就是很积极，也是挺努力的，想去那个完成，想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是，就是这个现实太残酷了，他实在是没学过，真是很难。当天跟我聊天的时候，就那天在下午，他说了很多他家里的情况，还有他从小到大的经历，我觉得也是比较辛苦，总是见不到父母，这一点我觉得跟我也挺像。然后就是这种情况下呢，总是能产生一点共鸣，就是很就是由衷的想去帮他。哎呀，我不想玩了，我不想玩了。哎呀，你干嘛呀？你喜欢和我干嘛呀？我是故意的。不行不行，还。甄别考试的前夜，杠杠一如既往潇洒遨游，邢飞挑灯夜战奋力一搏，每个人在以自己的方式应对命运的拷问，而命运又会如何选择他们呢？
the Chinese. Yeah. You are Chinese. You are Chinese. Chinese, yeah. Shanghai Theater. 哎，你知道石头为什么搞这么帅的发型吗？他说他就是靠颜值过，他就。春江潮水连海平。Get out. Oh no, you should get out. Why? Get out. You out. You out. Can you give me your number? One. I know this number. You know, right? 这个单词 Appreciate 感激欣赏 Appreciate 这个 APP Appreciate. Wow, what a beautiful girl. Do you have boyfriend? It's for you. It's for you.听懂了吗，老师们？大概齐。考的不是我们有准备的题，没有勾过。你不信吗？超市购物。超市选购。超市选购，我没这个题目呀。什么东西？超市选购。没这题目呀。啊！老师就是一个坑。哎呀，不要担心，我到时候帮你搂不就好了呀？我一点都不担心啊。那出去吧。先把这书带着，他给我们一分钟时间，我们一分钟还可以翻书。不用，不用。哟，您可真自信。Are you angry at me? No, no. Why? Okay, okay. Just calm down. Okay. I must be going now. Okay. 嗯 ，Don't laugh. Shut up. 聪明。Follow me. So, follow me.Just walk. For me. 咱们是有进步的空间，我想进步，但是我走不动啊。啊？因为我二十年都没接触过英语。这个世界太多人三四十岁才开始学英语的。没关系。他就是，佟大为就是。真的吗？I've been admitted by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Wow, congratulations to you. I love that school. Admitted. How many tests do you have? I've been through 3 tests. A formal actor. Wow. Yeah. Will you be an actor? Yeah. 邢飞 come on.你一定会获胜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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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抽吧，相信你的运气，个儿真高，对，然后台中间一站绝对帅漂亮。 Oh my god， 你们俩就扮演男女朋友，就是去约会看电影好吧。小飞没事，你还有肢体语言。Hi, honey. Long time no see. What's up? Did you feel good these days? Do you want a banana? No, no. Apple? No. I don't want. I think we can still film. Okay. Yeah. Is it right? Okay. Not bad. Okay. Yes. No. Okay. Yeah. Yeah. 怎么说？咱俩进去就开始切克闹是吧？冰冷老师出题要切克闹，你说 yes， 我说 no。I think we can eat something now. No. No, no, we're not fine today. Yeah, no, no. Hey, what's up? Yeah. Okay. This is so hard. Come on. 超
挑在这儿了，全完了是吧？好，穿就给你了。哎呦我天哪！哎呦我的天哪！不是，我就简单问你几个问题啊，老师，因为我之前咱们不是有开过会吗？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刚才大伟老师什么反应？挺好的，就是笑呵呵的。你肯定不会走的，咱俩赌100块钱的。100块钱。定了。我们，啊，你先吃吧，那我先去了。OK。跟你们说啊，就是等会儿的古诗词很多不是这些范围里的。一会儿不是那个范围内的，你跟那个老师讲一下。牛就是喜欢你们这种气势，一定要仔细。两情若是久长时，今朝都到眼前来。我住长江头，可怜白发生。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对。用了神密码，考试前就这么自信。第二个人怎么没来？高明。高明瑞应该在呢。在啊，我刚才看到他了。高明瑞去哪儿了？不知道。左翼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快点来。赠汪伦。好雨知时节，与君离别意。竟无语凝噎。色帘波波上寒烟。我不知道。复习范围内的内容。独自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老师，他是今天第一个能背下来的人，不错。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高明瑞来了吗？他没来。还没来啊？高明瑞在哪儿呢？对，你让男生给打电话，怎么还没来啊？是不是睡午觉睡过了？不接。真紧张，你们这太烦了，太烦了。打揪头还是揪头撒揪，狗头子你妈怎么是木头？脑子一热，千万不要拉我去公安局。别人同学都有玩具，为什么呢？然后又笨。他不会表达他的情感。高明瑞呢？不是他，英语的时候他在啊，你给他打个电话。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好，你的我要说的是不曾失去。其实我们这些旁听生刚进来的时候，我们是八个人的。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叫小宝的同学，我跟他有很多的共鸣，因为我讲任何的事情他都会理解。就在教师节的那一天，赵诗然，你要离开。明夜吧，你别这样啊。就是，我们快点。后来回到宿舍以后，
发现他在桌子上放了一封信。第一个名字就是写的我的名字。他说 Cici， 我不会忘记我们的约定的。后来我就直奔了形体房，因为其实在形体房里我们还是有过一点回忆的。就在那一晚上，我们是对对方敞开了心扉的，然后让我觉得我跟小宝会更加近了一步。可是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认识对方。但是我觉得吧，他虽然是离开了我们这个环境，离开了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不曾失去他。我觉得他一直跟我们一起在成长，一起在学习。高明瑞呢？来，你把电话给我。高明瑞，第二天成功，缺考两门的高明瑞悄悄地回来了。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又有人不辞而别。小飞呢？不知道，你去哪儿去了呀？一晚上没回来。反正半夜他说吃东西，然后就没回来了。知道邢飞去哪儿了？他晚上没回来吗？不知道。去哪儿了呀？接二连三的意外，让第一次当老师的我们手足无措。而此时，甄别考试的成绩出来了，结果令人震惊。三三，你们这帮人真的快把人气疯了。不咋了。人到了吗？人到了，都喊过来。那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呢？有事。啥事儿啊？很重要的事。是菲菲的事吗？是你们的事。嗯。哎，换一下裤子。换完了吗？没有呢。不换了。那我这里面这个要。不换了。没时间了，没时间等你们了，永远都在等你们。你一会儿上表演课穿形体服有什么不好吗？你们是多大的腕，多大的咖呀？从早上成功开始等你们，一直现在还在等你们。再看看男生，你看本科生哪个男生化过妆？你看佟大为、黄老师哪个老师化过妆？我们班的女生都可以不化妆，男生都不行吗？让你们去学东西，不是在为我们学。我来寝室给你们弄古诗词，有几个人在听？最后你们考得怎么样？你知不知道你们所有人古诗词，包括英文还有作文，所有的成绩，离本科生都是几十分的差距。然后别人还比你们更加努力，就不能认识一下你自己吗？大家都在用心在做这些事情，为你们操心。但是你们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只有失望。而不是的。你今后保证好好学习，保证。你还迟到吗？不迟到了。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压力大，为什么还每天很那么懒散？老师，其实我有很多东西都不明白。你不明白什么？甄别文化，那就咱们就甄别文化，这跟表演节目有什么关系啊？表演节目是你专业的一个体现，是你身材形表的一个呈现。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学啊。那你觉得这样跟郑文生他们竞争，这样公平吗？公平。为什么不公平？想跟人家比就得这样。为什么不公平？如果你觉得你们这帮人不如他们，你们的水平不如他们好，那请你们付出加倍的努力来追上他们。公平吗？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公平的事情，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很多孩子生下来都没有腿，你觉得公平吗？
水密码一年级大学季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专业好补水越水越青春补水专家水密码冠名播出的一年级大学季。这弄得我好紧张了。紧张什么呀？刚刚怎么了？你的文化成绩分数真的很低，还有不及格的。我是最后一名吗？我们旁听生的最后一名。全班的最后一名就会被淘汰是吗？你咋想呢？你如果甄别结果出来怎么办？如果你因为你文化考得不好这样离开，你觉得好吗？我觉得太可惜了。我觉得对呀，就是很可惜啊。那你用什么办法来挽回呢？造型的吗，小帅哥？啊？是不？你说个事儿。说吧。我是咱们旁听生最后一名。放屁！快点。真的。也就是说我要被淘汰了，所以。刚你说跳。你放跳吧。别这样，你这样的话大家都不开心。壮壮，回宿舍休息去。心情不太好。壮壮，你小姑娘，回宿舍。就是因为啊，我觉得差不多就要走了，然后我就准备穿的好看点，出去看看同学。就去看看，其实我并没想哭。然后哎呀，然后哎呀，哇哦，是，不是你去哪儿了？给我们发个信息或者是。没事儿啊。这一晚，看似什么都不在乎的杠杠，第一次流下了眼泪。这一晚，背负了太多压力的邢飞，依然没有回到学校。这一晚，缺席了两门考试的高明瑞，迟迟无法入睡。明天甄别的结果就将宣布，等待孩子们的会是什么呢？今天啊，就要跟大家公布这次甄别考试的成绩。不是小飞怎么不来了呢？甄别考试的成绩，袁宇轩，你觉得你考怎么样？感觉就即兴的短文好一点，其他都一般般。所以，
小梅梅，你呢？觉得都不好。我现在先公布我们班这次考试的前五名的同学。第五名，刘玉普。第四名，袁宇轩。第三名，左翼。总成绩260分。第二名，史文祥，总成绩262分。小飞来了。小飞，过来。坐这儿。站呢，站呢。哇塞，吓死我！第一名，蔡正伦，272分。妈，太棒了！这个任务平均已经90分以上，很厉害。恭喜这五位同学，希望所有同学向这五位同学学习。请坐。邢飞，到。干嘛去了？同学打你电话，老师打你电话，我先听你解释。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要被甄别了，然后我就去上海走了一下。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你知道你这是什么吗？逃避。你考得好与不好，你不面对就能躲过去了？你要真是考最后一名，这是理由吗？你大大方方跟珊珊老师请个假。您不能这样说邢飞，您不能这样说邢飞。你们父母把你们交给老师，如果你们安全有任何的得不到保障，我们怎么负这个责任？他两天没回来，如果你们站在我这个位置，你们怎么想这个事儿？你们怎么来面对这个事儿？那老师，我们已经18岁了，我们是大学生，我觉得老师大学生，你们是你知道是大学生对不对？你现在是在上海戏剧学院，就要守戏剧学院的规定，有事请假，不会请假吗？老师，您觉得您是我们的老师，同时是我们的朋友吗？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有事不可以先跟我说吗？您没有表现成是我们的朋友。首先，在这个学校里，我们是师生关系。小云老师、珊珊老师都跟我们是师生关系，但是他们就对我们无微不至关爱。我知道你们最需要什么，他们是女老师，女老师有女老师跟学生相处的方式。我是男老师，我跟黄老师有我们跟你们相处的方式。你们跟我们的相处方式就是师生关系，没有朋友关系，是吗？你先告诉我，你来这儿是来交朋友还是来学东西来的？我相信很多大学里面的师生关系都是像朋友一样的。一年级大学季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专业好补水越水越青春补水专家水密码冠名播出的一年级大学季。我是你的生活老师。杨鹏，你在睡，我打人了。杨鹏，把腿给我踢起来。把腿给我踢起来，1、2、3、4。容易吗？这一天。我就是万国鹏的女朋友。我的妈呀！你有病啊！我，今天是个好日子。雨欣，加油！倒数第一名，吕绍聪，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认为您对我们的态度有问题。甄别这么严肃的事情，我要笑呵呵跟你们说。平时路上看到了，您会对我们微笑吗？我当然会了。我没有看到过，对不起。
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学生证吗？因为你们还只是旁听生。旁听生不用怕，新晋老师带你入行，带你飞。明日之星的一年级，10月31日起，每周6晚10点。